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。你好，先生贵姓？我姓李，姓李。我们同姓。你好，你好。今天穿着帅帅的，你是我们学员吗？不是。不是啊。对。给他看一下，我们这位帅哥对对对，真的有很虔诚的心了、啊。我看你在写我们这个文书啊，是有供养什么样的莲位？我跟姐姐一起来。是的、哦，是的、哦哦。姐姐是学员啊。姐姐是学员、啊。对对对对、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很感恩这么殊胜的一个法会。是第几次来？好多次了，好多次了、每年几乎每年都会来，那个对对对对对对，一些联位哈，有。那为什么我今年才看到你呀、啊？应该我每一年都有来，应该看到这帅帅的帅哥就会看到了。是吗？是，我也不知道嘞，可能今年特别有缘吧。可能这个衣服的关系。是哦，我今天。没有穿你们的那个服装，学员的服装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这么显眼了啊、哦。那你已经办了差不多了吧？对。太好了，是。希望找个时间进来上课。好，好不好？是你们靠近哪里？我在台北。台北呢？你姐姐读哪个教室？哪个道场？姐姐是那个爱心道场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呀、啊。你弟弟怎么长那么帅？谢谢，不客气。这边是我师兄。来，师兄你好。你好，我姓杜。我姓杜，阿弥陀佛。那这是我们师兄的师姐啦。对。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夜间部的同学啦。那所以你们两个是同班吗？也是同班的，都是爱心教室。爱心教室，那上课也是。我现在没有去上，就是他在上。是。他没来上课，那你在家里回去的时候，你会跟他分享一些讯息吗？重要的会，重要的很棒哦。那师父呢一直希望就是说夫妻共修，现在呢把弟弟也要带进来，这才是了哈、哦。那所以很棒的、哦。今天我看你们好像公设很多莲位啊，是哪些莲位？祖先冤亲债主，还有公公往生的个人，还有地基主啊，还有。英灵是地基主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师兄你自己是做工作的吗？做生意啊，对，工厂，对。地基主是不是很重要？很重要，对，对，很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每年都有来，对，很殊胜的、啊，对。因为地基主呢，对我们的护佑加持，让我们工作更顺利，员工更和谐，做起事情来更顺心，安尼就赚钱了啦。有一切都会足顺利安尼，对。谢谢，感恩。师哥，谢谢你呀、啊，谢谢。哪里，应该的。师姐你好，你是哪个道场？我没有，我省修金嘛，潮阿达。伊是你的修金，还是大嫂？三嫂。三嫂啊，你好，第一次来吗？
哎，对，今天第一次来，第一次，第一次，来这边先佛寺。那你等一下，如果这个年味祭文念完的时候，欢迎你去我们的这个先佛寺走一走。后面那边你都没去过的，那个很棒，好不好？那边有500尊者在，哈，好，对，好吧。那因为我这客气的啦，就是说大家见个面，露个脸，来，我们跟大家问候一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谢谢你们啦，打扰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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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好，关董事长，你好，关夫人，你好，最近叫关夫人啦、啊。我不敢应呢，没有做官，没有做官就已经是姓关啦、啊，所以就是关夫人啦、啊。那如果说像姓董的也是董夫人啦、啊，是不是？哈、哦，非常棒，非常棒哦。那关董事长今天怎么有空来？哈，双哥，转工半工落来，哎呀，哎呀！你不是拢常常去出国去做行李，爱做空中飞人啦、啊？对对对对，嘿嘿，我找到无过出门，嘿，啊啊啊！哦，伊出外呢，伊若出国去，拢爱去几半个月，啊，厝里你也烦恼嘛？哦，因囝儿子会烦恼啥呀？啊，你即摆在厝里来到看头看尾啊？对对对，哈、啊，迄个最重要的。这个看头看尾哈，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哈，你也感觉讲，哎、欸。你没去注意到，但是看头看尾人才是厉害啊！我一直觉得哈，关太太真的很娴熟，真的很娴熟，而且哈，哎又不干政，对不对？不会干政嘛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不会了不会了，哎呀！完成了，你全力发挥了。啊，对哦对哦对哦，哎，嗯。今天来公司很多年味哈，有下面看的年味哈。哦，我们三姓的历代祖先。三姓，对对，我们是拜三姓耶。关姓、黄姓、啊尤姓啊。关姓、黄姓。啊尤姓啊，啊个，个这个五位的这个姻亲在主。啊，啊个一个咱工厂的第几组，两位工厂的第几组。啊，这个三姓的姻缘，你也当给咱讲一下无？我知道两姓的有，三姓的真的很少。以前好像是少的款啊，以前迄做工作嘛，应该少来。啊，少来啊，啊就爱一个团咯。哎，咱知影讲古早人生活足辛苦的嘛吼，啊辛苦的时阵就是爱安那。这囡仔生足侪嘛，那时候也不懂得节育啊，孩子生了这么多怎么办？饲袂饱，啊，就好人啦哈。啊，有诶是。啊，阮较早吼做头路拢做袂顺啊，啊问人讲啊，恁有拜祖先？阮就甲讲有啊，啊，阮敢若拜是姓关诶啊。啊，伊讲啊，恁祖先无拜啊，啊尾啊去查才知影讲，咱祖先有姓尤、姓黄诶，啊，即马即个安尼，搁甲迄个咱早听书的，全倒来遮，搁甲设立个公妈卡嘛咯，安尼，啊，就足顺的，嘿啊。啊，安尼偌久啊？知影了后偌久啊？十外年咯，咱来读书咯，十几年啊，其实祖先咱就是爱解多，唔知影讲咱唔知，唔知是咱未顺的时代去了解原因咯。有的人讲啊，身体不好来看医生，这是无唔对啦吼。但是有当时啊，长期看拢无好的时候，就是祖先在甲咱出一个问题，甲咱考试啊吼。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就不打扰你了，因为我知道等一下送完经以后，你们就要赶快去忙了。对对。而且大老板呢，要搁出国去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你呀、啊，加油啦哈，恭喜恭喜哈哈，谢谢你谢谢你。好，我们知道哈，很多工作上的大老板也是一样哦，就是免不了让你顶爱选用祖先，因为祖先是咱的血脉相连哦。在咱古早的时阵哦，真正是生活足辛苦的啦哦，所以其实有双姓的，听说还有更多姓的，所以这种祖先的复杂性啊，那我们可以知道，那这些就是要祖德流芳，你必须要一一的厘清。但是这个厘清呢，也要借由我们法师们呢，用各种的方式，你还要再去到户政事务所去查，然后要怎么样在这些以前你疏忽的、没有供养的这些的祖先们，怎么样让他们呢，能够非常如法的端坐在莲位上面？当然就是要有妙法。我们维新圣教就是在王禅老祖师尊的这个水陆大法会啊，我们都有公设这些的莲位。甚至呢，如果说厝里哈，从来唔捌供设祖先，阿妈唔知要安啦，有诶讲阿兄弟啊相派，嘛无法度请祖先回来拜的时阵，
哎，我们有妙法来帮助你的，所以你要在外面拍拼赚钱，一定爱甲所有甲咱阻碍到这石头吼，甲搬好走。啊，要安那搬？当然啦，要有妙法来帮助你。你可以在我们全省42处的道场，还有62处的教室来请教法师们，你就可以很多的头痛问题迎刃而解了。在这里也先祝福大家，大家都能够顺利消灾化劫。阿弥陀佛。巧遇了我们的圆如讲师啊，哎呦，这一位讲师不简单了。圆讲师你好，哎，大家好，各位贤士同修以及我们全国的信众大德，大家好。哦，是。昨天呢，已经访问了你们的这学员，就唯独没有看到我们的老师，在忙些什么？其实哈，三宝师的工作，它是一个属于法界哦，这种天才天库的东西哈。就是守这一道非常重要。那在这里哈，我也要顺便跟各位贤士同学以及我们全国，有来我们这边购买三宝师的一些信众，说一下哈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宝师啊非常重要。那么经过师父开示，还有圆峰法师的开示哈，就是说你们将来在烧化三宝师的时候，一定要一张一张的撕。吼，咱一张一张来贴，唔好安尼，规包安尼落来，甲落去迄个篮啊内底去。那个就是一种吼心意的问题。当你把整个一包一包的丢下去，完全不跟它撕开的时候，迄个干那在创啥？你知无？干那讲在斗笨手赶快，整包整包垃圾丢。但是你只要一张一张的撕，透过你这一只手的气，把它撕。把它放上去我们的篮子里面，那个在法界里面是非常殊胜的，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哈，那我们在这个三宝师部分花一点时间，不要来匆匆去匆匆，非常的可惜，有这么殊胜的一个法缘，然后今日又来到我们这个仙佛寺，放眼，我相信放眼所有的法界，我们做这一场法事，并不是说各小地方而已，可以讲说是。世界上也我可以这么讲，就是说硕果仅存的这一场法会，好，那我希望说呼吁大家来把这一个三宝师好好的哈，充分的珍惜的去运用，好，让法界众生都能够很得到无上的法益。另外呢，也满了师父哈，也满了师父一个两岸和平一家亲哈，然后呢能够达到世界和平的一个大愿力。原来我们圆如讲师哦，他的学员为什么上课了以后呢，大家都非常的赞叹，对我们的法的诚心，对我们法的这种恭敬的心啊，真的呢就是特别的细致，而且呢他的学员呢都特别的经过的这种教导，让每一个学员呢真的是恭恭敬敬，对我们这个法呢要去遵从，而且这个正法是很重要，所以你看看吧，带领的学生是这么棒的。其实哈，这个还是在于一个观念问题啦哈，谨遵师父开示，所有的法界众生透过我们登高下来领取这些三宝师，那么他们在天界，不管在天界在地狱界里面，他们的时间跟我们世间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。那在这边他们好不容易一年判了一次，然后呢你们又是好像对我们这个法来讲的话的尊崇庆菜啊，对不对？对呀对呀，所以以这种珍惜然后珍惜的心情来做这个三宝师的奉化，那希望说大家共同一起来在这个法界上贡献自己一份的小小的力量。谢谢我们的圆如讲师啊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感恩，谢谢您的开示。你看看啊，你们老师像不像如意妈妈？像，非常像。这个如意妈妈呢，什么东西都不能漏掉，就是对这个细节呢，就要交代很清楚哦。所以她刚才讲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看，林如意真的像如意妈妈。对对对，非常像，非常像，母鸡带小鸡。母鸡带小鸡啊，你们这是小母鸡啊，大母鸡，谢谢你啊，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
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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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跟你姐姐来吗？我是您儿子。跟你小姐来，来来来，你好，按到位来。我是家己。家己啊，对。啊，家己，这是您什么人？啊，我这来，好的。你是？来来，你坐这边，坐过来。啊，来来来，椅子拿过来就可以了。嘿，这是您太太啊？不是。哦，孙子。孙子哦，我叫阿姐。啊，那你口罩拿起来吧。你爱叫阿姐哦。哦，阿你呢？也是阿姐。阿姐哦，哎呦，阿姐传孙来哦。嘿嘿嘿。那所以他很久了，很虔诚。很虔诚。哎，到我们很多年了。他是住在嘉义哦。对，我们都住在嘉义哦。啊，什么人开车载？啊，就叫计程车来。按嘉义坐计程车。嘿嘿嘿嘿。坐开始计程车来安尼，按家己坐计程车来，偌侪钱？4000块，来回哦。对，啊，他在等你们这样子。哦，是哦，哦，你也坐着坐着坐着，有椅子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什么人较坐会？我，哦，你啊，你的气质很好啊。没有啦，你气质很好。来，广告也要广。你好，嗨，你好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们今天是三个人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坐计程车来，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陈子的心很重要哈。如果你想要来，有各种方式可以来。以前是开车啦，然后下雨，对，我的车子比较小，是啊，以前是我儿子带啦，啊，今天他忙没有来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计程车，对，所以计程车来回哈，事情可能较减一，咱减用一个有啊，又是平安。那个另外一回事啦，没事啦哈，人生该花，行行行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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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人生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了哈，计程车坐着就舒服哎，哦，来这大家感觉真欢喜，我超多祖先啦哈，啊来这啊就。感觉讲哦，心情就足快活安尼，嗯，按来几多遍啊吼？来几多遍，拢有来较济。每一年都有来。啊，我们来了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。每一年都有来。那咱后边哈五百尊者吼，有去有去安尼个行一下无？有五百多行呀。啊，五百多行。啊，就阿舅有一尊嘞。是哦，真的啊。我以前完了有来，然后要供养有尊。啊，所以个爱哥请得登记吗？我没啦，这都写在那里了。就在那个地方。是是哦，是哦，这么殊胜啊哈！那所以你有在上班吗？平常。哎哎，有有有。所以今天就要请假喽。哎，对，我们一起来的，我们哎，对对，我们一起有共同的工作。对。做什么的？我们是经营市场的。哦，市场的哈，那个时间比较好挪用哈。对，非常棒嘞！哎，你看啊，年轻人都很赞了哈！啊，对对对哈。啊，即个孙啊，定定有带你去佚佗无？有啊有啊，有啊就是讲你买了新东西吼，大家拢想买伊个。啊，你还叫你来的对吧？对对对。对对对哈。是是，他有现在要去给老祖，我们的老祖店拜拜吗？等一下就要过去了。是是，因为即摆在念经，无方便拜拜哈。啊，较等下，那念经煞的时阵，来干老祖拜拜，啊，先煞干老祖接受一下。是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啦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嗨，阿弥陀佛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了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，谢谢。来来，吴博士，吴博士，来，给大家问候一下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嗯。啊，好，今天是跟你的太太一起来。对。来来，跟大家挥挥手好吗？来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好久不见。最近很忙哦，住院的，因为住院住好久了。嗯，是哦。啊，这个提文书来，你老师写文书哈，啊，我要提文书，跟我念迄个药师经嘛哦，啊，念念提来要交啊，系啊系啊。加油加油啦！加油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嗯，吴博士好先生呐，都是他。那煮饭什么的都是这个熬啊，这个熬煮也都要煮。是是，那今天很难得遇到你，下次有空都可以多聊。好，祝福你们，阿弥陀佛，来跟大家说一声哈，我们很多奇迹哦，有找那个啊老祖先机，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我是高雄道场，高雄道场啊，今天多少人来？
今天我们道隆道场护持那个梁皇堂，所以很多人。哦、梁皇堂啊，哦，我们应该等一下带我梁皇堂去，因为那边人很多，现在还在诵经。对对对。是，那所以你们是当天来，当天回去了？哎，我是在山上一个礼拜。常做一个礼拜，就是我们前后了，都应该。对对 对, 对。做什么？这几天来，因为今天第五天了嘛。对。你做什么法工？我在内坛。我都在内坛。嗯。哦，是要诵经。对对。所以你有带海青？有有，在包包，等一下要进去。哦，是啊。哎，我们请跟阿内聊聊呢。哦，哎呀，拍手，我没有折好，要改进改进。对对对，不是我没有看到，我那天有看到一位师兄穿了一件。我觉得他有点皱皱的。哦。因为大家劳碌奔波啦，从各地来，但是跟神佛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诵经是很庄严了，所以衣服要挺一点啦。是，要庄严一点。啊、对。谢谢雅金师姐。谢谢你啊。啊、哦，明年再看到你嘿。好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好，阿弥陀佛。哎，你好你好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哎，加开杠呀。哎，开杠哦。在单位拜拜吗？不是，我们今天下午做义工，那么我们排的时辰是12点以后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静心的聊天，向前辈请益。哦，请益呀、啊，来来来，哦，您看吧，来来来，这个一定要特写一下哈、哦，您看看哈、哦，有空的时候不止聊天，他还要诵经嘞。哦，你这怕别人嘞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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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送多少经？啊？送多少经？送多少经呐、啊？我每天只有两部而已。有规划吗？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哪个道场？我们是公馆教室的。公馆教室，法师是谁？严毅。严毅。林建伟。哦，林建伟，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也，林建伟是我们的活动组的组长哈。对。你也是吗？是。哦，太棒了。这两桌的都一样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都是。哎，你们老师很棒。啊、哦。你们更棒。大家都很棒，所以有你啊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对啊。是哦。台湾的很棒啊，大家都很棒，跟着师父走，跟着老祖走，大家一起走，好不好？太好了哈，真的很高兴哦，因为云印法师平常很忙哦，有时候请他来接受节目访问，他都没有空。那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访问到他的学生，我也觉得很棒啊。老师是我50年前的老师，对，太厉害了。好，又怎么大？谢叫宪宗，宪宗。我姓何，我小姓谢，谢师兄，姓罗，罗师兄，姓张，张公师姐，哎，你好，来，我们对着镜头跟大家挥挥手，说一声阿弥陀佛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好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师姐们，大家好，哎，打扰你们一下，来对个镜头，来看着镜头挥挥手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师姐好。刚刚这一桌的师兄有介绍，你们也是圆义法师的学生嘛哈，哎，太棒了哈，圆义法师的学生呢，这么样的精进，你看有空的时间呢，对，也利用空档的时间，你看都一直在诵经哦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是说现在刚好哦，我们这些高僧界的也在诵经祈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去打扰他们嘛哈。对。所以现在诵经，那我先请问喽，你今年诵几部了？我们公馆教室目前有将近69000这样。全班啊？对，全班69000，不错啊，冲70000嘛。你们都是同一届吗？都是都是。同一届、啊。对，都是公馆教室的。公馆教室。对。今天是一起过来吗？是。开。开是开自己开车。师姐是开车。你这么厉害。我。老资格哎、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开一部啊，那个钟师兄也开一部啊，这样就可以打给他们都来的。你好，阿弥陀佛，我22届，对，我20届，对，22，对，你几届？16届，16届，我22届，长得好清秀哈。我们就是说了哈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像姐妹一样哈。那进了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大家庭哈，美女师姐啊，好，我今天精神一定特好，真的是美女啊，我们很有，谢谢啦，有你们的鼓励哈。其实雅琪在工作也是一样，我只要是我自己分内的工作，我认真的做啦，但是呢，也是要大家的鼓励，好啊，就是一家人嘛，大家好兄弟齐啊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谢谢师姐，感恩，谢谢镜头。大家说一声阿弥陀佛，嗨，好，太棒了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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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